老狼，你快点洗，我要吃煲仔饭。老爷要吃锅巴，你要吃煲仔饭，我到底做什么？锅巴哪有煲仔饭香？你肯定不会做，找个借口。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课，今天让你长个见识。姥姥，我吃煲仔饭是喜欢吃你们的锅巴，你做出来能好吃吗？你小子等着，姥姥做好了给你香的不要不要的。姥姥，你把这捣碎加锅巴里吗？对呀、啊，加锅巴里可香了。嗯，好吃。姥姥，你好厉害呀、啊！原来锅巴是这样做的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又学到一招了吧？待会给姥姥看一下活。好啊，姥姥你快点，天都快黑了。想快点吃，你就来帮忙啊。我才不干呢，吃都行。姥姥，你抹的酱好香啊。待会吃起来更香了。好久没吃过这样的锅巴了，好香啊！好吃吧？